大家好，我是亚布面，这次来打那个可爱的我们的腐蚀兽，然后这个是拉提乌斯之身困难，拉提乌斯过去困难，腐蚀魔法召唤幻兽，然后使用终结技终结，基本上不会太难。难是难在哪里？难在是它会一些很强的招式。我是想说啦，绝招先开一开比较好，安全。就是网先给它降火。一样全部上预付，哈哈，预付还是先丢啦。好友是带那个 CG 菲娜，白莲魔导是菲娜。感觉痛痛的。然后那个网就会开始什么那个食腐兽之舞，超级痛，会痛到趴掉，超级痛的啦，直接秒人的。基本上我全军已经死过一次了，那是正常现象，因为他那个血线一到之后，他就开始乱舞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把他带走了。带走他是可以的啦，基本上他应该是都降了，对，降了，然后这个就很简单，消除装甲，砍下去，那就这样，好，很好啊，这是秒杀了，这就是秒杀了，这个毫无悬念的秒杀。龙卷风，来，小错，哎呀，来，应该是很痛了啦，应该是秒杀了，那砍不死就是我的问题了，我伤害太低。OK, 收掉。所以就符合三个成就的条件，魔法，然后极限技，还是清新，也没说多难啊，就是普普通通的就把它收掉了。当然它还是有难度啦，不然如果是比较装备比较没有不好的玩家，就是慢慢跟他磨啦，就是小只的先打死啦，然后他那个乱舞有没有，食腐兽乱舞一定要撑住，但是我们家的光战硬硬的，不然撑不住，他算是全体物理的属性攻击，所以说白闪对他来讲是没什么路用，白闪没用，所以全副撑精神，精神的物坦，精神跟防的物坦，测试过了，白闪真的没用啊！召唤兽，召唤兽，好，没关系，然后再虐他一次而已啦，好。然后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秀一下装备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因为我是第一次打啦，所以说我不知道怎么打会比较好，所以白闪可以拆掉，全部装血跟精神防御，撑血精，血精防，血是第一优先，然后第二是精，然后最后是防，血精防。白闪没用，测试过了，真的没用，好，可以换掉。
然后 buff 一样就是基本的啦，就是可以上这个。基本上如果坦克撑不住的话，你会全灭的话，基本上是可以撑血就好了，辅助就撑血就好了，尽量就是在第二回合不要被他打趴，不然他很痛，真的很痛。然后我们家的雷根，是装火大剑的，因为我就这一把而已。其实我想可以拿更好的啦，没关系啦，不过还是收得掉啦。伤害在理论上是 OK 的，非常足。然后接下来是莱基萨以及那个风女，一样就是撑最大魔攻啊，用龙卷风的高 EC 特性，然后打出超高量伤害。然后巴尔巴利西亚也是一样，也是用龙卷风，然后打出超高的 EC 圈。好，然后好友是带菲娜，主要是上重生啊，大绝上重生以及极限技的成就可以解掉这样子而已。好，但是上平均介绍是这样子啦，就是这次王会怕火跟冰，尽量拿火打他，用极限技收会比较好收，然后其他部分就没有什么。好，感谢大家这次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